起，时间是你空送流年，最后一张红色玫瑰，你人算无无意，消失透过电视，沾遍了所有的人类，人情的人。因为咱拢爱听歌，有真侪作曲家会一直写新歌。公元两千年，江辉迄条我爱过，就是拍开台语歌新潮派一条代表的作品。做这条曲，林东雄老师到甲目前，还搁伫台语歌坛真发挥。今日伊要来和咱开讲，当然我要先邀请甲伊真知己另外一位作曲家张佑齐老师。讲起林东雄这位名作曲家，咱无了解私底下迄一面。讲话已经袂滴，习惯的串联你的位置。以下的台语歌哦，非常的无同款哦，像咧以下的二零三九的迄个玫瑰，台湾看起哇，这作新的歌，这像我写的歌嘛是较偏向，所以较有本土的本土味。伊个声已经跳出，但咪我当时样听，已经跳出这个一般的台语歌，因为伊个型号哦，伊个型号会唱，啊，过来伊会写，所以当初但咪迄个唱片公司吼，大家拢感觉讲想要叫伊出唱片，所以出唱片对伊来讲，以我的旁观者来看。我感觉敢那不离主人，对不离主人的物件。东松，你写这侪歌，给别人唱，拢写到真红，真好听。我想，你也应该爱为你家己写，写真侪好的歌，给你家己唱，唔好给你这么好的歌声埋没。因为我感觉你应该红。我嘛感觉你一定会红。
的糊涂，付出真情换无快乐，变心却无永远，拿袂到幸福，为你甘愿献出我的全部，一点一滴无留退路，如今心痛，有啥人陪我度？艰苦拢无计较，甘愿永远陪你身边。人生相对对，甜甜蜜蜜，处处你你留我的情，我的空气。我也无准备你就来离开，过去的爱放一边，孤单是我最后的行李。当初的酒怎如今变化，目屎若是流干，也紧要转来你疼我。为何对我这呢心用手辣？当初的甜蜜如今淡我，目屎若是流干，甘愿转来你爱我。也想要转来你疼我，为何对我这呢心用手辣？当初的甜蜜如今淡我，目屎若是流干，甘愿转来你爱我。写新歌，开创新调派，有时成功，有时丢毒，有时也捌失败。总是面对无同款的歌手，人也出无同款的菜，好听众爱听爱唱，一摆过一摆。咱来欢迎台语歌坛的金歌圣手林东雄老师，老师欢迎。哎，国珍你好，电视机头前的朋友大家好。啊，我是林东松。我是头拄啊，听到张佑齐老师讲这么低级的话，讲起来吼，我相信讲人生的路途中，同款写歌有这好的朋友也真不简单。在唱民歌的时阵，我甲熟识这个好朋友，但是阮开始的时候，阮拢无讲话，因为生了太缘投啦。伊嘛讲你缘投，哎呀，我嘛袂歹啊，啊，所以我们互看互相看对方是有一种，也不是说有情。就是有敌意啦，就看到比较没有讲话，而且那个时阵哦，那个时阵都退伍的时阵，交朋友哦，可能不像我的个性啦，看不是讲看慢热，还是袂啊，大家吼有咧那个民歌餐厅在唱歌的时阵，渐渐的有些餐会啊上面大家熟识哦，有所在聊开讲的时阵，才彼此大家较熟识。老师是讲你头拄我咧讲，少年的时阵交朋友很慢热，但是少年你咧唱的歌是很快热，是 rock 的。是是是，我是感觉做音乐这条路是孤独的，一定嘛。你啊写歌的时候，你啊一个人关在一个所在，慢慢啊思考，哦，慢慢啊提笔或是弹乐器，慢慢的思考。我感觉足侪音乐人拢是这个感觉。所以做音乐，我感觉是足孤独，但是也是能够去享受到迄种快乐，哦，甲迄个成就感啊。因为你若写好一个歌，心里的感受会很大，哦，无管是情歌，还是一挂快乐的歌，还是挂人生的歌，这个都是家己心内所想的一个方式，表达的方式。老师差不多几岁先开始忙乐器？爸爸是布管，伊嘛希望讲以后囝甲会做同款的布管堂，哦。啊，那嘛讲哦，试着跟爸爸做一样讲，但是我就是对音乐这一块，是因为我读册时，我阿兄有参加一个吉他社，哦，爱就摕一支吉他回来咧，哦，我也袂晓弹，我啊蒙者，啊就有迄个声，啊，我就想讲蒙看嘛，哎，看他蛮好玩，佮你摕起来一部碟，摕起来蒙，啊，就感觉还不错，哦，袂歹，
啊，后来妈的就喜欢每天去拿他的吉他，也把一点都是下高学回来，也无咧耍啊，点都拢我咧忙忙啊，我也是我就讲，哎，我就来买一架车吼，啊，家己学看内底谱，家己弹，叫愈弹愈有兴趣。弹到尾啊，我唔是要唱歌，我嘛唔是要写歌，我是专门演奏。哦，以前什么上基本的，迄木吉他哇，什么少女的祈祷啦，吼、哦，迄个物件弹好耍的，弹手指一款。一开始我弹的，我就讲，哎，愈弹愈有兴趣，越弹越好，弹到手拢碰泡嘛，搁咧弹。啊，就是我就感觉就有兴趣啊，啊，这种兴趣，我培养阿公以后。对音乐上，我想要再去学别的东西。啊，叫做阮较早以前弄个什么音乐社，哦，迄个民间的音乐社。啊，阮母就互阮小妹仔去学一个什么学唱歌啦。啊，伊我就去啊，我就对起音乐社讲，哎，看他袂歹耍。啊，结果佫看人讲有咧学贝斯，阮母讲啊，你要学一个无？讲好啊，学甲一个老师猛耍。啊，迄个年代刚好。经济起飞啦，哦，啊，就足侪人开西餐厅，啊，老师慢慢去接足侪场的，啊，只要敲电话讲，啊，你要来餐厅来哦，啊，你要来弹一个贝斯，讲，啊，我也无有较足好个呢，不要紧啊，你来踏就好啊，我你敢会使？我就会紧张啦，我讲安尼去人趁钱敢好？伊讲，因为你来不要紧，你就来，啊，我遐歌单，哇，我看遐歌单，我就紧去找遐歌吼，老歌吼，啊，听一下，啊，你哪个不要写谱？我落红腔听，啊手就伊贝斯淡仔咧摸我伊内底安那弹，还好听还可以。啊，我就听听弹，啊个弹个同款安尼，我甲安尼直接安尼学滴滴，安尼学死板的，足死板的。啊，像台因了歌手唱啥物歌，我就自然我就会晓对一条歌安尼来弹。安尼一做，就做到要做编曲。啊，做编曲的时阵刚好，我就去活动嘛。啊！去外岛的时阵，我去考妈祖文化工作队。好，我去考的时阵，会调未调，我唔知影啦。我当初伊讲，啊，不你会晓啥？我你一般之前还袂做兵，我就是伫有唱过民歌，我嘛有伫做过乐师，吼、哦，这方面。啊，你爱唱歌无？多多少少，咱就唱一个。结果我伫遐去，我就。开始对着文化工作就四个表演去啊！第二阵捌认识一个老大兄嘛，是即马做名一个老师叫周志平。我就我推我去找嘛，我叫伊大哥啦。我讲周大哥哦，推我伊讲好，我伊给我介绍吼迄个齐秦的贝斯手刘天健。嗯，人家这个少年囡仔好啊，你要创个我嘛文工队甲同款的啊，嘛要写歌一些些。写歌是你做兵的时阵才开始学写。好、哦、啊，就是吉他弹弹，哼一哼呐，安尼唱唱安尼，写一些东西。啊，尾啊，邓阿爷讲，我介绍给齐秦，哦，介绍齐秦，好不好？我入去齐秦的红工作室，我第一张其实是底下出，而拥抱一个人人的夜，迄足久啊，还有。但是我还会记的，啊，我还记得讲，迄阵我看到新闻吼，讲齐秦为着你啊，伊本来当头章啊，要带你去上电视节目啊，讲头章爱白后边啦。哦，这个你若讲起来，我就想到，因为较早咱的电视台吼，也讲吼，妨碍那么风俗啦，听讲吼，你电视你若当头摸唔摸啦，弄一个禁忌啦。啊，其他你就知影，齐秦的，诶，齐秦帮的啦，黄公主，大家嘛，紧身牛仔裤、紧身衣，啊，头毛长长，我那嘛是头发头毛才长啊，无留长才有奇怪。嘿，大家拢手出去，你看乐团的。乐师拢同款啊！哎，那要我有拄出嘛？我出的时阵，该去上节目的时阵就是哦，一定爱甲头发白甲拢无看，头壳嘛袂使弯。你弄遐的时阵，头拄啊，阮听你唱《心向手落》，哇，这变化足济呢！早期我无想要讲，会想着讲会去写台语的，就是有一届武勇甲我讲，老师啊，你敢有咧写台语？我无咧。啊，你敢袂使写？我。啊是想要唱，讲啊江辉啊，江辉要唱过首歌啦，啊你爱写，啊其实我唔捌写台语，啊因为我以前个拢无咧写书，
我讲啊，无我就有歌吼，啊你卡帮我提词啦。啊，比如讲，会使啊吼。啊，不然我就想讲，迄当嘛咧无用华语吼，我就紧，我讲写做音乐哦，唔好想死板。我若讲，工会唱安尼济歌，我若是有法度讲，用较早的国语的，比如说较新一首啊，吼，啊较转来一首的歌，来个填台语词应该袂歹。啊，我以前真正有写一条歌是比如潘美辰，啊是迄、那个曲就是我爱过，迄条歌无用，潘美辰无用。我想转来足久啊，我讲啊这条歌我就安尼那哼，我讲。哇，真来用台语词来吼，会很不错的一个歌。我就怎啊等哦，不用。哎呀，真正真厉害。啊，伊词来，我就决定唱一届。哇，唱第一届唱台语歌，还真正真好呢。二姐伊都有选到嘛。啊，当初迄条歌的歌名叫做《夏天夏地》。哦。结果头家陈辉强甲不用去讨论前，我的歌其实后来我是事后想想，我的歌我感觉更直接。有力哦，这个歌名有力。啊嘛，因为我爱过，尾下才有心向手软。对，啊，这条歌嘛是同款，目屎也是流干，不是心向手。可能我写歌，我感觉我较会写迄条较淡味啦。Thank you.
台语其实你过去捌唱台语歌，而且已经变作一条传奇的歌。我就讲吼，我就无咧写词，但是有当啊吼，武勇咧真正他的想法就是，我阁有一条，阁有一条吼，伊讲我住家人嘛，较早出啥物名山，甜不辣，伊就甲写一条人生甜不辣。哦啊，我就觉得他是伊是对我这个作者吼的生活跟写作。跟我个人也真正有阿写一挂比较较特别的一挂词，哦，啊，我是感觉讲，因为二零三九年这块唱片，其实内底国语歌嘛是搁比台语歌较济啦。敢那三条台语？嘿啦，啊，我就是感觉讲，迄当阵啊吼，就是吼，看看台语市场，咱个吼，等一挂台语歌入来，看有什么反应。其实那时候，迄个时阵啊，写这款歌。就算足前卫啊！到甲二零三九年，我也记得迄当阵你讲，敢那你七十几岁的时阵，世界若无玫瑰，免啊还阁有爱情。啊，迄是真正老师你讲足创新的想法，包含讲迄个曲应该你原来足用心在设计。有些少数的人哦，伊就感觉讲老师的歌是直接足特别的。其实我呢，我足心满意足的啦。啊，比如我写一个歌，会那有曲较好，当然我嘛是足感谢听歌的人。哦，啊那。那无好，咱如果学习较进步者，搁写一挂讲无同款的歌吼，大家去听歌呢。过去捌行过无前，做过艺人，即摆咧写歌，敢那特别的替歌手设想。一般即摆啦，唱片公司来讨歌，拢来讲啊，倒一个歌手要爱歌，啊，咱就去找一个资料。那有出过的歌，咱就听讲较早伊唱啥物款的类型的歌，啊，唔种唔敢改变。因为公司给你的方式就有设限在的，比如说他就会找说，以前你有写过我的歌，看不到第二首我的歌，我听他说不要这样写，有时候我有家后，你帮我写像家后这样，为什么说这样我写不起来，我一首很经典的歌，你怎样模仿，你就没法超越它了。哦，你讲啊，足像的，人讲啊，你看那是抄这条歌，啊，我阁无爱安尼，啊，你若讲写了，阁看啊要讲啊要讲，伊若味阁较好，你阁跳袂起，啊，我就讲，听讲这种我就较无爱，因为歌是用来听的，唔是用来讲的，哦，你若讲听了这条歌，你感觉会合，甲歌手都很会 match， 哦，你要唱，迄个感觉就会阁较好。啊，什么歌咱唔知啊？因为咱歌手写歌的人，你讲我量身定做，对哦，你有阿一个话题。哦，有哦，最近像我最近有帮郭天茂写一个，因为他结婚嘛，哦婚礼歌，啊，咱就对伊有一个方向，啊，这是很明确，而且他也没有那，全讲都是条歌，婚礼讲你也该同款，只要是属于这种喜庆、哈幸福的，啊，咱就为这方面去写。啊，你若讲一般拢是安那弹去，啊，我因为我主要写旋律的，因为我嘛有唱歌了，迄个旋律呐好听，咱家己唱起，我拢家己安尼想啦。我写我足孤独，一人我嘛无敢别人问。我讲，我若唱起来会顺，别人唱起来应该嘛是会顺。啊，咱今日唱片公司伊嘛是爱足侪老师写啊，足侪老师写足侪歌啊，嘛爱劲啊，所以我电话拢伫内底咧 PK 啊。啊，这个是足正常的啦。啊，因为写歌总是爱找到适合。这个歌手要出片的人吼，适合的歌，我写歌方式我是较爱弹乐器，吼，爱算一挂软体，我就拢以迄个旋律开始，哦，你哼啊哼一下旋律的时候，哦，啊，咱就有当我手机啊，即卖用录音，我嘛是安，假如想到一个旋律袂歹，我先哼一下，录个内底，我拢会有这个动作，啊，等于较佫整理一下就好啊。啊，歌词是尾啊会写歌词，原因是因为。有一届啊，有一个老师写一条歌来啊，啊，就看那有合约的问题啦。吼，啊，头家讲，啊，你莫甲讲者，无叫伊吼，把迄个名改起来，改一个笔名哦，啊，就无人知。我就安尼甲讲，啊，袂使啦，啊，到时咱有签约啥物啊，结婚头家讲，哎，安尼足麻烦，啊，不，你袂晓家己写，啊，你就家己写就好啊，佮定定要去共拜托，哎，甲我讲者，甲我点着，讲，啊，嘛咧赶片啊。
讲好啦好啦，我写看卖，我咯。这是倒一条歌？你幸福，我快乐，那是孙淑媚的歌。啊，不要写写。哎，愈写愈有感觉，啊，一条歌嘛有用。啊，我愈写有感觉，我看哦，原来词意的方式大约略知。我就感觉足奇怪。当你开始写词的时候，哦，你就头壳内底就专属啊。歌好歹，咱嘛袂使讲家己知影就好。哦，啊，就写写写写写写，嘛不一定爱弹啊。每天就是有这个开电脑做歌的迄个生活习惯。有一阵啊，我歌词写足紧的，啊好歹唔知啊。哦哦，啊你讲种的徐富凯一寸真心，哦，迄歌我嘛是尾啊写写，我嘛是感觉讲，迄歌拢写足紧的。所以老师头对我来讲，讲吼唔通干那固定讲同款。过去人写什么曲，咱就写什么曲，嘛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你甲庭云做女领导，可以搁入围金曲奖对不？伊唱歌大白，啊，伊话我若讲爱摇滚，伊若要唱摇滚，其实伊嘛是撑得起来。啊，当初伊进前，因讲伊话唱的曲嘛是给我一个日本是敢那亲像，进前王尚红写一条叫《爱情最红台》，迄条歌嘛是摇滚歌曲。我用摇滚歌曲类型足多啦。啊，就用我的方式说以前听的歌，我就开始写我家己要爱的物件，啊，就写一条《鹿林大河》一样的。啊，你搁个训练呢？讲伊本地吼对摇滚无遮敏感，你搁要求安那唱对不？当初伊唱的时阵，其实基本就拢袂歹啊。那个条件其实无偌济，本质都真好啊。嘿，庭云他本质的就好诶。你已经错了。
今来欢迎，目前台语歌单要唱《车饼开》的，也是要唱温暖感动人心的，人伊拢有法度。郭庭筠，庭筠欢迎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郭庭筠老师好。老师好，老师好，老师好。哇，好开心呐、哦！我知影庭筠吼唱足侪老师的歌，阿妈拢足用心计较，要甲表现吼足好对吧？因为特别啊收到demo 啊，听着老师的歌，我就感觉啊，这张专辑安咯。哎、就是，你安尼吼，安心了。全国的观众朋友知影讲你咧批评别人哦。没，不是，应该是讲其实我唱老师的第一首歌，如果我没有记错，应该就是《女人胆》吧，对不对？我唔对。对，那因为这首《女人胆》，其实我讲真的哦，一开始收到的时候，我有一点啊退却惊吓，因为我较早比赛拢是唱较传统，然后可能演歌类这一类型的歌曲，唔过摇滚的歌曲真正足少唱的。也有点不知道应该安哪唱，所以迄阵收到《鹿林大吉》收歌曲的时候，我就是有一点仔挣扎，但是我又很想要有点突破自己的感觉，所以后来有收，啊，不过我一定唔知影咩啊去诠释，唔过都得老师，老师那时候是这首歌的制作人，所以老师就有甲我教讲 rock 的精神应该安哪唱。含较早你咧比赛唱的遐个台语歌曲有啥物无同，所以较好我去学着一个新的物件。欠皮啊啦，真正本身伊个底子就真好啊，因为之前伊有过一张的时候，我有听过伊的声，吼，他就是有人唱过来比较细一点，伊声算讲有力。有变开，哎，有力，嘛是高感官下关，我讲我讲我下关足重口味的。以前老师的下关风格拢无同。哦，嘿，老师的歌曲，你是今天风格拢无同哦，就是嘛是有一种温暖的，然后正面的，然后鼓励型的，然后也是有那种感情，就是比较浓厚的，做这不同类型，所以特别听老师的歌曲，你得刚刚讲，哎，这边我想要有收啊那方向的歌，啊麦当和老师讨论，像谈到因为都姑姑啊，老师见面这边呀，所以谈到。一见面就随个老师讲，我后一张想要安那，想要安那。啊，我安尼我个个爱费尽心思安尼，真心表达。不是，帮伊写歌是也是一种真快乐的代志啊。因为现在传统的歌就多，哦，啊，你唱新台语的歌手，不是说他们不唱啊，跟对歌手有一个方向的走法啦。啊，因为庭筠他们这边是唱新台语或是什么会也较多一首啊。嗯，啊也对我来写作来讲哦，我也很喜欢写这款类型的物件，哦，我就感觉发展性也较大。老师，我感觉不是你头拄仔讲的，讲不是要赚钱尔，那是一种成就感，对，一种用心计较去试无同款的作品的歌咯，啊，那种用心。食饭你叫你逐天食一尾鱼啊，食一世人你嘛会先。我觉得写作是。方向多一点啦，就是自己也快乐啊，看到歌手全是列瓜，你也很有成就感，也会很快乐。啊，佮看到还有幕后那些帮你编曲的老师，把你的歌又点缀得这么好，这是写作最美好、最快乐的事情。啊，唔过老师的歌都歹唱诶，对，老师下歌，我吼，我拢无人帮我唱 demo， 我较早有诶歌吼，就。对唱我就无法度啊，然后佫叫一个女生来甲我唱，我拢会甲因助理讲，啊无你我点望一个卡拉互你，啊无你麻烦咯，我唱哦，因就先唱的，唱一个安尼看会使无？啊，他们都很愿意啦，渐渐拢有唱几落条歌，啊，我觉得这样很好，因为我家己就无法度啊。老师现在讲他工作歹唱，所以你比赛时阵会紧来唱，像我爱过新平唱咯，这你。比赛时一点刚刚必拿来得分的嘛，所以说的一滴，就是很希望有一天可以跟老师合作。哎，结果没有想到真的有这个机会，所以就是特别的开心啊！刚刚做英雄哎，来咱讲一下，头一摆见到老师本人的印象，甲心雄手的话，甲我爱过，你的想象敢不相差？应该是讲一开始我先听着老师的 demo， 迄阵还袂看着老师的本人，然后我就感觉哇，这老师唱歌好听。然后对，刚刚伊的 demo 完整性足高，所以主人你收到老师的 demo， 你就会感觉这条歌听得很有感觉，你就会很喜欢。然后再来就是当我见到老师的人之后，就想说哦，老师搞唱歌，加搞写歌，去引导。哎呦，我放心呢。哎呦，谢谢。对，然后因为老师就是很 man 这样，跟他的声音就是很搭配啊。一开始，你哥一开始第一眼看到你，刚刚你是不是也做派？
哎，对，我有一种严肃，对，他只要严肃啦，其实那是一个保护色啦。不过后来发现跟韩老师开讲了，哎，老师呗呢，他也是很健谈啊，问我什么想法啊，我什么就是对歌曲上的问题，老师都会一一的解答。啊，想要今年是得到我们先来的，也就怕了呗啦。没呢，你像我跟我谈到跟老师讲，我希望有机会可以再跟他合作，就是制作这部分。谢谢谢谢。哎呀，除了就是哎，当俊勇老师也跟我们刚刚。制作也是可以有歌手，就是爱不同款的风向嘛，不同款的风格，所以我真正有希望会当有一张完整些，当好老师帮我制作。林老师不能瞎瓜，还是讲制作方面，让你感觉特别感动，还是讲感觉特别幸福的原因到底是伫对？每一个老师写的歌，我感觉是拢好好听，但是每一个老师的风格不同，那老师写的歌多好是我爱的那种。就是刚好对我的胃口那种感觉，所以你得刚刚讲，哎，我唱的老师下来就是得喝瓜。唔过你爱当专辑写，当我老师为我类似量身打造，或者是哎当有老师来编曲啊，老师的想法咖喱比，我刚刚整张专辑也许会有不一样的跳脱。哦，我感觉真正是对对，我就讲真的。嘿，那我迄落讲。对女人大到分担这曲风才才侪，拢会合你的胃口。女人大，这我的第二张专辑，跟我今妈已经第八张专辑，即将迈入第九张，一直以来都有唱老师的歌，而且有一些歌曲嘛拢是主打。对啊，不要希望老师做我缘分。谢谢你也给点起来呢。我讲今连我阿的有无？今妈我阿妈是搁要筹备新专辑，只要听下老师的歌，就是一条喝一条喝。老师，这都是品质保证啊！我嘛是感谢他们呐。介意我讲，其实我都是无去想着讲多一个关系，因为我无参与因公司一个制作方面嘛。啊，我唔敢讲到底他们会不会喜欢，我就只是加一个方式，我的心态讲啊，伊即卖要听你的歌，我歌内底若写出一个，我就小见一个，可能比较适合他，吼去听看卖。头拄啊，咱咧听分担这条歌，敢是？特别针对庭云霞，因为都该第一届合作嘛，我一定要那个基点很够，哦，一个啊，哒哒哒哒后面那个副歌的地方，那基点很够，所以我先把旋律先写好，但是它无歌词，我歌词通常拢是安那，嘛无歌名，我拢是吼第一句落去，写到上后边的阵，啊是中的阵歌名出来，啊歌名原因是因为哪？我会因为吼，较早国语也好，还是讲台语也好，我比如这个歌名讲，比如讲我来过，还是讲混搭，为什么？可人看起来就是很容易去记住啦，啊，较有一个感觉。啊，内容你讲混搭来讲，若要用很多去事件去看这项代志，它都是符合的。我也记得那时候会收到这首歌曲，是因为旋律好听，再来就是我们公司都会希望我是走一个，因为我既然已经鹿林大，他会希望讲我是一个坚强女性代表。比如讲我的朋友、我的歌迷朋友，还是我身躯边的人，拄到感情的问题，我会当用我的歌声为伊分担，然后给他温暖。所以那时候刚好又有这首歌曲，就很符合公司想要让我行迄个路线。真的，我会粉丝啊留言讲，我最近情伤啊，我去 KTV 都会唱你这首歌曲，他也会有点快歌词的艺术，然后听下旋律也刚刚讲，有一点像是我在安慰他，可能没办法实质的陪着他，但是有这首歌曲可以唱了，也刚刚讲哇，其实我不是那么孤单的一个人。庭云连续安尼行过来，伊嘛在成长，对个工作查甫囡仔，到个工资嘛。家己有下一代吼，咱看到伊的变化。啊，你为伊写的歌吼，原来有转变，原来有一个系列，咱一集接一集，幸福的主题，你该写几多条对吧？真的。对，就是幸福系列。对对对。一直以来，其实我感觉讲哦，既然是安尼吼，有代言幸福啊，种分担，拢不要紧。以幸福这样温暖的迄个歌词，其实是袂讲解歹写，是惊讲内容。你看咱讲写父母友好迄款物件，其实我唔是歪写。其实要写台语跟写国语来讲，台语的书要写这款物件，真的范围要写到很特别，真正爱用足侪心力去做。我是觉得歌词哦，台语歌词真正是比国语歌词较歹写。写台语歌词的时候爱讲究多一寡所在，你家己吼也那偷偷啊练功。其实我嘛不是足专业的迄个写书的人，其实我比较爱写曲，但是重点是因为咱咧嗰个写书的时阵过去。观察别人写的歌词，
啊，有人会写我，我拢是用欣赏的态度。你像吴勇写很好，因为拢有一个想法甲规矩伫个，对一条歌的迄个运用逻辑，包括伊加音，还是讲啥物货，这拢是基本的。哦，啊，咱可能哦学艺不精啊，读册啊读这个台语册，我就讲佫看到无真哩，常常咧报迄个话，啥物迄个节目，我拢会看。台语真正足深的，其实我即慢慢佫咧学习。真正足幸福，真的，不是跟他唱着幸福的歌，
各有家庭的幸福，各有等到这样好的老师的幸福，所以吼，一条过一条幸福的歌，林老师的作品，你甲阮小分析一下好无？其实各有一首歌嘛，足喜欢，而且这首歌曲真正是我结婚然后生囡仔了的迄种心情，这首歌曲叫做《心内有你是幸福》。包括这首歌的 MV 也是由我老公跟小孩一起来拍摄，所以又搭配上老师的这个词曲，你得刚刚就是在叙述我的人生的这个新的这个阶段，所以我刚刚在唱老师的歌曲的时候，有当下你唔免特别去设计应该安那安那，你的词曲的那个搭配在一起，喊我去卖现况，你得当做自然把它唱出来，不要很冷酷啊，好不好？我的心内有你是幸福，不免富贵嘛快乐，挂在嘴边是你真心笑容，咱的世间叫袂失望。对，就是我觉得老师的歌就是很耐听，然后你会觉得听起来就是有一种温馨的感觉。但我刚刚有讲老师的歌太多方面了。如林大姆这是完全不同的风格，所以我刚刚讲老师很厉害。你别感觉我写歌词拢比较，有点偏向华语。对对。啊，你若讲真正台语，有哪能够写到古文的？哎，我就真正爱学啊！吼，哎，我就真正爱学啊！有时候想要写，哦，靠，我结果嘛红潇潇，结果嘛是安尼念念。啊，我看有人写古文，我真的不懂。恭喜小花，真正唔慢啊！所以讲，我可能我较早做华语的，所以我把华语的精髓拿来做台语。你安尼讲，我真正发现你的歌曲，我咧录音的时阵，较袂遐侪登弯射角。对啦，就是很直接。啊，就我就讲比较直白的，我嘛看今麦足侪人嘛，渐渐有些歌嘛是唱较直白的歌曲。啊，当然啦，我们台语就是这样啦。传统的本来就一个大区块，那个是不会变啊，是很好。嗯，啊，那个时代有些比较以前时代都比较听到这样的东西。少年那较无台语歌通听，他不是不喜欢那个，搞不好他想听有些歌比较经典的哦，他可能会听。啊，那一般的台语很多的一些台语歌，也可能不是听无，也感觉较无法亲。哎，有人替伊吼，把台语歌的门开开。老师他都话讲。我写较直接的歌，互恁好唱好听，慢慢你就理解讲，哇，台语歌原来内底这么丰富，这么侪不同款的开口。对，音乐本来就无设限呐，你不能去设限它。哎，你就刚刚讲，喂，目睭去给听歌，它就是好听就好。我拢一直感觉啊，伊若是好听的歌，伊就是好听。啊，演绎的人无同，你演绎的个人无同，伊的唱法无同，有另外一种感受。一条歌，你若要甲形容变作三种变换、几种变换，其实都是有可能，那也无可能。啊，你一变的时阵，比如鲁林大，伊是 rock， 你甲变抒情，伊唱完阁变无同，都是那些配器在包装它，让歌手在这个规个乐队内底呈现的一个感受。嗯，啊是虾米款的机会，啊是讲虾米款的原因，讲我规心落来写台语歌。迄个顺序，华语的市场有转变，还是什么款的背景？华语转变，因为较早吼，你若讲收歌吼，吼，时机好的时阵，华语就是安尼，啊，佮港星拢入来唱的时阵，啊，比如我伫一间公司上班，你伫公司上班，啊，即摆啦，时机好的时阵，就唱片一张一张咧做吼，啊，即摆啦，写写欠一条，哦，可能补掉十条嘛，啊，卡者啊，国珍啊，啊，你还有歌无？啊，只欠一条呢，啊，你等过来，随便都阁会使用啊。吼啊，啊，伊当然是时机好的时阵，做国语的时阵吼，足无闲的，每天都要跑录音室，然后困录音室，很多人都几乎有我那个年代有做华语的，几乎都很忙，有几个很有名的老师，到现在都是还在做。啊，后来是因为哦，伊有一个 team， 啊，比如我搞对嘛，拢家己人。啊，还是讲吼，我写歌的人吼，嘛拢家己的人，他就外面的歌就少收了。啊，佫有一阵嘛是外国的写词写曲的，哦，马来西亚好还是新加坡，遐都投入到华语去了。啊，台语本来市场就不大了啦。啊，后来是因为写歌写进前写外国了后，加减啊有人来讨，因为这首歌有起来，啊，讨歌就有较有，就加讨台语的。
啊，佮甲华阳呢，我就跳落来台语做台语的部分。所以阵啊嘛足济啊，往里啊足济足个，伊当嘛佫袂歹，所以当来偷歌的不哩济，所以我就专心在写台语歌。到这个时阵能写什么就写什么。啊，我那写写也无买，我家己欣赏啊。有时候会有这种心态啦，啊，你每天都是必定会在家里做一些东西，你的一种习惯，把它养成一种习惯。我无人咧嫌歌济啦，对不对？我等你甲我讨到要写，我拢嘛欠个裤袋啊。啊，我今日心情好，我做慢歌，我就搁为后壁开始做，我无做一届做完。啊，今日心情搁较好个，我就做一条紧歌，互家己快乐一下，吼。啊，就当面，我写歌词其实对我来讲，我都甲你讲，我最近在词穷，有写这来吼，其实台语的词是真的很难写。啊，你也练来练去都练到遐，啊，所以讲我有阵吼先去想歌名，因为我觉得歌名最重要的，啊，会让人家有印象。哦，很多歌歌名以及歌名，我就说啊，这歌名我想看它内容是什么。啊，其实爱情的歌是永远唱不完的啦。你看刀也无唱爱情的歌，是讲内容会变化很大，不一样的。哦，那个变化很大，写情歌是怎样啊？人生的歌、人生的歌同款。哦，写一挂较励志的，啊，就是有时候歌手或是公司安排讲啊，我都没有歌手走向哪个。哦，我讲什么悲情歌后啦，阿伯的什么温暖歌后，我类似这样。可能我生囡仔了，我公司也刚刚讲我要塑造比较家庭温暖妈妈系列。但我刚刚讲妈妈也是也有个性的妈妈，也是有对感情观还是很正面的，或者是说妈妈也是有那种很坚强独立型的。我刚刚无一点妈妈的爱情，传统的妈妈好像就是哇完完全，当然是为家庭付出，但是我觉得跳脱一点点那样个性出来，那可以跟我卡扎琼鲁林大这种风格可以当结合在一起，哎，买当吼台语，比如说的女歌手当中，我买当歌舞节的，新一点点的样貌的一个作品，我是希望当有类似第二个2.0版的那种女人胆的那种感觉。听好温柔嘛，听好坚强。我感觉老师音乐这条路嘛，啊，亲像在咧走马拉松同款，已经互阮每一代爱听台语歌的人，拢听到老师这么感动人，气口完全无受伤，新雕牌一直伫市场内底新发挥的作品。老师，我真的足感谢你，阿嘛足钦佩你。我请老师谈咱心所爱歌镜头头前，亲像世界电影明星同款，甲阮印落一个，互阮流传的手印。老师，请。哇哦，好赞哦！谢谢老师，老师请坐，老师来，老师请坐。感动、感谢，亲像庭云所讲的，在国境今仔日有一句简单的话，破心肝要来表示，会当听林老师的作品，听庭云来表达、来演唱，我相信是歌迷上界大的幸福。多谢。等一下，庭云，等一下，林老师，谢谢你唱我的歌。哎，谢谢老师写那么棒的歌。谢谢谢谢。精瓜的兴趣，林东雄老师，这么多感动人的作品，真正是台湾人爱听台语歌的人，心内深深的感动。老师，多谢。谢谢。多谢庭云。谢谢。心所爱的歌，下回再过来开讲。多谢。